要拍一个几分钟？几秒钟就好了，然后你就按。那么不必从生活隔开，也不必打坐闭关的这些，当下就是。第二种呢，是李延平，以静住，自静住以管喜怒哀乐未法之权打回其相，这是内觉。所以第一个是当下，叫内在提升；第二种有隔，有关闭，有打坐，这个叫超越的提升。啊，从现实生活要隔一下，隔就是超越，不隔就是内在。那么内是烦也，复也回来。不利于流啊，从前不反省呢，就利于流；不顺利于扰乱而滚下去，就为利。这是一些名词的定义。那么我们中间大部分对鲁先生的思想非常熟悉啊，所以这些小小的资料只是提醒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就是提到内在与外在超越呢，一个是有格，一个是无格啊，无格就是有格的。就是超越的，是直探意识未法之前的原始大本气象，所以认识的更彻底啊。那么这个我个人呢也不大懂啊，我可能误解，所以请各位一个指正。那个陈乃啊，大陆的一个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他写了一本诠释王阳明的书了，那么我们就引他。你的一个话怎么样来看？未法意识之未法的境界的描写，他说要求体验者使个体的意识活动转而成为一种直觉的状态，在这种高度沉浸的修养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去感受无思无情无欲无念的纯粹心灵状态，成功的体验者常常会突然像这里的呢，因为古时候的现象学呢，就是要追寻通过成而不能到最纯粹的意识，体验。那么懂这个呢，大同小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东方领袖的一个特色。可是，现在讲到古时候，表示西方也有了，西方所以一定是做一些比较。现在请看第三页。那么。内在外在的分，内在与超越的一个去上课，他就分类，把孔子的慧能呢放在内在超也就体征类，把老子、庄子、神秀、达摩放在超越体征类啊，因为他们都有一种退半的功夫。那么，并且他讲的就是问义善言，见义善行，若举个江河，就是当下体征。那是内在体征，可是他有一个说法，就是成也气，啊，一阳人义，还有呢，这个将生命的负面的气质啊，加以镇定、安定、安稳。那么这个是，就是第三行，我们在深夜暂时隔开一切的牵引诱惑，其实也是暂时的由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两本性两字的重要的法用，所以他认为这种叫超越的内觉提升。那么在下面一段最后呢，他就认为不能是内在超越，内在超越都是最后要落实轨道的这种气氛。这个禅宗是那个领悟方面的三月十三，那个高先生愿意超越提升，又再回到生活中去的生活的存在的。那我现在认为第三行顿悟就是无修，不需要修，然而从习性上见悟也有其助缘的促成作用，所以不是反对它，这是说明顿悟特色的。那么有了内觉提升不一定有顿悟了，这样讲体证而言知道让修能使习性领具不容易落下，但本质的讲修到内觉是意识的跳跃，是突变，有内觉到顿悟也是一直跳跃突变，所以他很清楚地讲，这个跳跃是个突变。那么，顿悟虽然不没有什么任何神秘，可是呢，是无人不朗现，以引申道德行为之成也不已。这个时候先收下，等一会儿随便先扔下，没有人敢面对。
按上去是？按下去。哦，已经按下去了。对。是要拍多久？他也很小的，学习的是人文学习嘛，我从他这前后会的好朋友。但是一谈到学习呢，我就不能同意他的讲法，就是这样的啊。唐先生，唐君毅先生是我的老师啊。起初呢，他是讲道德的理想主义，那后来的晚年呢，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那个书，讲以人生存在为现在，然后讲一套心通九境，这个讲话影响我很大。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讲法和孔子的讲法完全是相应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法也是相应的，和现代的学习精神也是相应的。所以由于这个缘故，我在讲学方面的时候呢，事实上我在大学教书又教了30多年了。所以因此呢，我教佛教、道教发展成为独立于社会上的一种宗教，以规范人的宗教生命。它是以政治和过去的君主政治配合在一起，或者结合在一起，来表现儒教的功用，或者叫表现文教的功用。那么这样呢，儒教呢，先秦时期没有的，那么是。那么现在呢，检察官就照着他干了。所以这个检察，这个梁子的法官呢，就依照法条，同时做一个裁决。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人不遵守承诺是不应该的。张三不遵守承诺，所以同时呢，他依据一个原则，就是公正原则。这公正原则，也就是梁子法官呢、依照梁子社等在下这个三段推理。那么这时候梁子法官意识到那个梁子社准为公正，不是社准的意识到公正。这个我在我个人觉得可以补充王阳明。王阳明啊说梁子天，梁子是对天理的自然明解发现处，是一个真诚彻达，便是他的本体。这里面呢、没有真诚。通了，在我来看可以补充。现在呢，接着呢，康德又列比了外在法则。法官呢是裁决以后呢，就要有外在制裁，不是只用思维，他有内在制裁，就是良心安不安的，这叫内在制裁。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归纳起来，良知内在法。18页有一个小结，要把我这个论文有几个结，有几个结构提出来。第18页小结那边，综上所说，第一，瑜伽，我认为瑜伽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模型为两极归宗，两极撑得很紧张，但是有一个宗，有一个宗主。所以两极，但是这个两极并非二元，二元是截断的，但是两极不会截断，因为没不会截断，所以一定有一个第三节出来，来贯通。这个贯通并不是含糊的合一，而需要阳气，而且这种两极归宗，既是个人的，亦是集团的，这是瑜伽的那个思想模型，这是第一个我要讨论的。第二我就从西方哲学，即康德开始，就由二元论转为两极论。自从康德以后，经过黑格尔和后来的西方哲学的转向英美的缘分是欧陆的存在主义，他们或者归一，或者无宗。康德少重个人，
配的少少偏中集团，而存在主义则以个人为主，但是超越个人。第三，因此我就觉得翻桌圆了，拒绝对话不得因为中西哲学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那正是二元论的遗留。本来我这篇论文呢，讲完前面这三点以后呢，就本来讨论当代新语学的两大的两支归宗的大系统，一个是谭先生的心灵九景，这个辩证中国的大系统，一个是孟先生的一心开二门，切底维新的，每一个问题再简单讲一下。上页最后那一行，在纯粹哲学里，我所做的区分几乎总是三分的，这被认为有可疑，但我之所以如此做，是由于事实是本性。如果一种区分虽是鲜艳的，但它必须依照矛盾律而为分式的，其实总是二分的，或是综合的。如果他是在中国的情形中从鲜艳概念而被引出，而不像在数学中像鲜艳概念的鲜艳解决必引必生出，这必须按照综合统一之需要，即需要第一一个能既要的条件，第二一种是三分，就一级下来都是这样。这种三分而且两极归宗的这种思考模式对黑格尔非常的欣赏。黑格尔说，理念的总念是在三个环节中这个完成，这个对于三位一体的高桌的意思，我们在帕拉图和其他人的思想中也再度看到。但是这种三位一体的辩证思想后来在抽象思想领域中却失掉了，只有在宗教里还保存着，但是被因为属于一个跳跃的世界。在以后开始有一套本体论出现，这个是他在那个游社，我们讲的游社，诠释游社之后，他提出一套他的一句话嘛，就更深入。我后来看看从早期的到晚期的文章，稍微涉猎他一下，的确是你不懂比以前的举手比较肯比较清楚，而且是非分辨也不是而已。他说为佛出世啊，故其哲学思想始终不离宗教啊。若如住如啊入啊这个主啊入世啊，故其哲学思想啊始终啊注入啊伦理实践啊。哲学不是求知，而是啊即知即行啊。所谓啊体神化不测之妙啊，以庸言庸行之中啊，此儒学之所以可贵也。这个是。这个很确实啊，这个到现在我们来看也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它就是儒学啊，这个有着可以再重新啊发展啊开来的一个基础概念，这基础概念，比如说再说呢，这个比如说啊，在这个关于的这个写这个新唯识论，新唯识论的这个开始啊，这个所以我们就说它有唯识嘛啊，有个新唯识，这个唯心的这个概念上面，什么叫心呢？心就是要以其他过去的有所创新嘛，有所别嘛，有所别嘛，这样才能够有创意啊，这样的新意出现，这种新意就是给他了，所以的从这个佛教里面佛学里面啊有所这个思考之后，所以再过来创比较解释比较新的，说他不是，说他不对，或者是有所批判，这个无所谓。但是在过程这个起心动念的开始，这个概念上面启发性，这个是值得可称赞的地方。第一步嘛，那后面那个有差错再讨论嘛，这个是可行的，这个可行的。那这个是一种有发展生机的一个起步。假如说连第一步都不做的话，那怎么发展新的生机呢？生机就根本就没有嘛，没有无可言嘛，无可言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读完之后我就看法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是说啊，他这个还有讲到一个叫做，他说这个对儒家呢，其哲学思想就注重了伦理实践，这个是本来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哈。他说啊，再过来啊，他说对这个，他说这个从这个地方呢，空中的这个密意哈，本在显性，其所以破相正为显性啊，在空中所中本的这个经论当中啊，反反复复啊，宣说不疑，无非此个意思呢。然而我对空中啊，颇有一个极大的疑问，则以为啊，空中是否领导社会之权尚难判定，这个他还存疑。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如果要定成这个现象与物质上的区分，必须要对感性知性方面有个价值上的奉献，那么才能够显示现象与物质上是在这个价值意味上有所区分的这两个概念。同一个物显现在有限之面前是现象，显现在无限之面前是这个物质上，这两点是个价值意味的区分。所以这个莫老师认为，如果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区分，要稳定物质上的一个价值意味的话，我们必须要在人身上可以显露出这个知识觉，使得这个物质上可以朗现在我们面前。换之，要使这个奉献情理，必须人能够对现象界跟物质上界两端都有清楚跟明确的这个对应。我看都没有把握，因为他一定要把知识觉的递出于上帝来。我们认识吴老师认为，依据这个中国哲学里面儒家讲的良知明觉、道家的道心、佛家的这个智心等等，因为他们都相对于应知心，比如世心、情深、见闻知之这个知觉运动等等，它是为情现所对应的全有之无限价值之无限值，就良知明觉、道心、智心，这个就是吴老师所指的应该是知的知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感性知性呢不再是开坦，就是不再是上面没有风险所谓物质生界，就是呢我们人同时具有两个阶级能力，一无限甚至情限物质生界的就无限价值，一有限性而行行现象界的知识，我们两个造句时的话呢，我们现象与物质生界的教育区分才能够确立，你这样确立的话呢，同时就是说有两种全有论的同时进行，就是无限性所情的是无极的全有论，感性知性所情，我们在现象与物质生一书里面对消费需求重建之中呢，吴老师基本上确认看的所主张的知性对全有有超越的确定的功能，就是说知性对于现象这个知性的这个现象范畴对于现象有所构造，能够评估到这个对象下去，这个就跟吴老师说的意识那边的那个想法不一样。那么同时呢，吴老师保留在这个意识那边的建立几个重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时空的根源解释，对于这个逻辑数学的安排作为去存理化，因为这个所谓 authority。良知检察官嘛，他是一个道德判断力啊，他判断行动者意念的三个。但是根据良知天理，而且呢，他在这个良知检察官跟那个恶的辩护力上，他我们一般外在法院法官，他推理在推理，可是他私心嘛，不公正嘛，所以他现在设想有一个良知法官要依照公正，他叫做 aufrichtigkeit 啊，所以我意思是说，因为那个西方他重视理性嘛，推理的话，法官王阳明没有法官概念嘛。没有那个法庭的推理的过程嘛，是吧？所以我意思是说，也许可以补充嘛，但不说不定也有这个儒家说你还有其他的什么郭南大公是吧？旷南大公，我不晓得什么意思。谢谢。
请问一下，还有哪一位有问题？南华管理学院翟本瑞，那有问题就教育的李先生啊，那这个当然我自己康德十几年前读的，可能记忆上面或者理解上面有一些偏失。我就是李先生在提到，就是说这个牟先生对于康德这个超越推述的这一部分的陈述，那所本的这里就是在 A 版 B 版这个两个不同的推述。我们如果回到康德看的话，他这个实际上 A 版的推述是哲学性比较强的，尤其在他这个三重综合里面，他必须解决的就是这个从这个直觉到知性中间这个不同性质界面的这个接驳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 imagination 这个加进来，但是加进 imagination， 他势必要把这个直觉啊跟这个imagination 跟这个知性之间这个不同质，或者说 imagination 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性质，把它纳进来，所以它会有一直到底，所以它有没有推述其实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它这个其实已经是 understanding 就可以收受这一切，它的以能力来讲的话 ，understanding 这部分处理完，它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层次。我记得李先生以前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讨论师姐格度的鬼月圆，电脑的那个利用的机会越来越多。比方说年轻的人就是利用电脑来可以找他，那是找他的时候就是对方看不见，完全是按照你自己的功能来对比的。那么就是对方是不管是女的男的，那个是年纪大还小的。那个是你是父母辈的，那个时候都不管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功能来要交换意见。那个世界是完全跟我所喜欢是完全不同的了。你是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是还是需要传统的那个价值观观念，那是用什么方法来呀说服那些人呢？就是我也感到很必要要加强了传统的道德教育。那事实上没办法说服拿以前的东西了，没办法说服年轻的人。那是你所以是我听到你的话就是非常有道理啊。不过这事实上拿了什么主意来说服，就是成为大问题。那你有更好的搞定的话，请这个指教啊。谢谢主持人。我会看法这样子啊，我有很多声音看。推展介绍里面，那在介绍的当中，这怎么用什么媒介，就是要开启一种新的方式，要怎么样去从简单推展出去，新的解释诠释，把它推展出去，让人有人肯定我们的讲法，这个印证。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比如说讲到这个文化的背景，要怎么样很清楚的，不是说用一些非常深奥手法深奥的观念。老师没有办法开展出去，所以必须怎么样？要借助一种新的诠释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诠释学的就诠释出去，让他们了解。那了解之后，而且能够印证说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再下来第二点，就叫比较问题，比较问题比较问题。所以这比较很重要，这比较一看优劣就可以清楚了儒家不得了这精神是最可贵的地方。但是有些是数来数去的，这是。风潮这是流行这。相信对台湾地方社会文化事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种提示厘清的作用。那么，刚刚那个蔡老师讲的这些话，是不是陆神父还要？可以吗？好，这位先生，这边就是说，只把在前面这句话还原给你这句话拿出来讲如果无神无物，先知现在不讲了，有神有物知神知物就做到知神知物的地方，做到闻神知物的地方，就是说不做大多数儒家的就是说高级知识分子。本来些应该些高度的就这种正确的修养的一些像刚才各位大师所表达的这种意见一样的在讲在说来带动社会来振奋人心
不行，他是啊，叫什么来着？谁人谁收啊？来做比例的，在做增料加的事情。因此，这个社会啊，就变成无是无非，无是无无是无非是大概呢？后来写了一本《红楼梦》，人人吃不出来，人人兴《红楼梦》，人人吃不出来。为什么呢？比优先的野心分子在那里打压，他杀人了，犯罪了啊！蒋经阳刚知道了那个人，他有这个这个什么解决的人，但是啊，也是深入皮毛，不用做深刻研究。我写的诗。有人说天中是锦绣，哎，我写的五子山先生，我最后听一个文章了啊，我写的。